大家好，我是黄浩平，我现在在桃园市的星光堡垒，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，就是108年度桃园市国际儿童人权日 CRC 短片甄选活动正式开跑咯。国际儿童人权日是联合国在1989年的时候订定，将每年的11月20日设为国际儿童人权日，而且签订儿童权利公约，简称 CRC。儿童权利公约保障了儿童许多的权利，像是发展、教育、游戏、表意、参与、身份、平等、生存、隐私跟受保护的权利等各项权利。只要是涉及于桃园市内，或者是就读桃园市内各高中职、国中、国小等18岁以下儿少，都可以报名参加哦。而且第一名就有50,000元的奖金，第二、第三名各自有40,000元、30,000元的奖金，非常优渥，就是这么多，千万不要怀疑。即日起到108年10月27号下午5点前，只要把影片上传到 YouTube 影音平台，就可以顺利报名成功了。你想要争取好的奖金跟荣誉吗？当然要用功一点啦，可以到相关的网站查一些相关的规范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影片必须要符合一般社会大众观赏，而且不可以涉及商业宣传，知道吗？如果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，可以上桃园市社会局网站上面查询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千万不要忘记参加，赶快行动！